大家好，本期讲解一个短视频干货运营课，真正从零到一做好短视频，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只讲干货。这个是整个的课程目录啊，包括这一个做前置的须知，还有个人页面的设计啊，大家看一下，非常多。还有这一个荣誉组的弯路，直播间的人气与频率设置啊，还有如何投放独家等等，还有标题怎么写都有详细的介绍，抖音小店怎么设置，小黄车怎么挂，都有详细的介绍的事。我们这个是百度网盘下载之后的整个教程内容，大家看一下讲的非常详细，基本上是从零基础开始教学的保姆级教程。大家如果还想做短视频这个运营的话，还有直播运营的话，直接打开说明区的这个网站，然后搜索标题的部分关键词比如说短视频或者是短视频干货就可以获取到本套内容了。